美女，你好，我3个8包间的，把单买一下吧。好，稍等一下。您一共消费2050，收您2000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别客气。好嘞。哎，稍等一下。这是您的消费单，这是您的票，您看一下。哎呀，我又没地儿报，谁给我报啊？放这，不要了。好。美女，你好，我们包间的单我朋友买过了吧？嗯，对，刚刚你朋友来过了，消费2050，收了他2000。开票了吗？啊，开了，他说没地儿报，就放我这儿了。来，拿来。他报不了，我能报啊。来，美女，重开，重开。对，这数字对了呀。多开点儿。多开？对，开4000。不好意思姐，我们这明文规定，这票不能随意作废，更不能虚开。哎，依依人呢？去洗手间了吧？这么久？我去找找。不是，我说你是真傻还假傻呀？他报不了，我能报，明白吗？姐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也没有这个权利随意作废。哎呀，行行行，就点服务费的事儿嘛，我给你补。姐，这真不是那点服务费的事儿，对不起啊。哎，不是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？你不认识我吗？我老来这儿。姐，那也不行，真对不起啊。哎，不是，你有什么？你信不信我举报你啊？你在这干嘛呢？姚总，姚总，给我去报价去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这人啊有点事儿，马上来，马上来啊。你跟他有啥可唠的啊？走走走。哎，这个人啊太不上道了。行了，不就开票那点事儿吗？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一个服务行业的人怎么那么死板呢？人家说啥就是啥嘛，人家让你多开你就多开嘛。就是，是不是？4000，你就给他开4000，够不够？不够的话给他开5000。要走要走要走，还不够是吧？哎，给他开6000。够够够够够，够了哈。服务员来，给他上4000块钱酒水，你给他开。